今天是礼拜几啊？礼拜六哈，礼拜六的晚上，礼拜天的晚上，在德月楼的这一边呢，他七点到九点有打灯。那我刚刚有讲嘛啊，你晚上如果来这边散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德月楼上面有不同的风貌，建筑有表情，我们人有表情，那个建筑也是有表情的。它经过灯光一打呢，它就会出现王子跟公主出现了。而且不是只有一对，很可爱哦。所以如果你要是找不到，晚上呢就来找我的队了。我住在水头五二号，啊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呢是你要看你的左手边，左手边这边有一个小，有一条小溪，这条溪就是金水溪。金水溪呢是从那个旧金山塞蒙。